再往福安宫这个方向，这里道路的两旁种有八重樱，这里的八重樱正在盛开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干嘛？因为今天我们来暨南大学赏樱花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。要来全家而已。为什么你的口齿不清呢？这是爸爸的特色啊，口齿不清啊。对啊，口齿不清啊，也是特色之一呢。过来就是它的市集，这边有很大的草原，这里就是樱花林，在这里可以享受草皮野餐的乐趣啊。来看看这来来往往的人潮啊，来这里游玩散步也是蛮开心的。不过暨南大学这里的樱花也好像还没完全开啊，那开得稀稀疏疏的。老实讲，这次的樱花的花况不是说很好，不过这里可以享受草皮蓝天也是非常的不错。现在我们就是在这樱花林，樱花林都没什么樱花。这里的樱花林樱花开得稀稀疏疏的，不是很好啊。这个真是八重樱啊，我们台语说百叶啊，百叶 啊现在开得不是很好，反倒它的梨花开得比较好。
本来想要来暨南大学赏樱花，赏到最后变成看梨花，梨花开得比樱花好。来这里看梨花的还比较多。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就是山樱花，山樱花它的花瓣是向下的。今年暨南大学的樱花花况应该不是很好，要不然就是太早来了。它这个八重樱可能还要再晚一点才会开，有可能是他们这个樱花都没有施肥啊，所以开的不是说很好。啊，这里就是草皮整理的还蛮漂亮的，所以带小孩子来这里哦。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奔跑，大家都在这里玩得蛮开心的，在这里野餐啊。